而花旗银行全台44间分店在11号下午3:30终止营业，将近50万的花旗信用卡客户以及226万的花旗信用卡持卡人都会。受让给新展银行，而因为移转所受到影响而暂停的服务，新展银行也预定于14号恢复。而完成移转之后，新展银行将会成为台湾最大的外商银行。而先前新展也曾经承诺会在第3季完成整并作业。